到站是安华桥南。安华桥南。白沫，你可千万别相信他，他装的可像着呢。刚才公交车上那么多人，他把我裙子都撩这么高，我男朋友过去还没碰着他，夸噔都倒地上了，他还想讹我们。他这么大岁数，他个臭流氓，臭不要脸的，你知道吗？他一会儿他还口吐白沫，他。行，别这装了，成不成啊？装什么呀装？哇！所长，队长，指导员，咱们这个会议先开到这儿。我还有重要任务，同志们，辛苦了。
着人们的一一深情。叔叔，我是来复印课的。叔叔，
叫去干嘛？就你不去啊？怎么就你特殊呢？怎么叫你体个检就跟害你似的呢？没事，体什么检？你瞎耽误功夫。什么叫瞎耽误功夫啊？楼上那老张你又不是不知道，人没咔吧一下就没了。老张那个体格能跟我比吗？他什么底子？我什么底子？你什么底子？我们家基因好，你看你爷爷你奶奶都活大多大岁数？好什么好啊？你好哪儿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老张从小就跟个林黛玉似的，这磕不出来，这个咽不下去了，这撒泡尿就一尿尿一天。哎呀，我没问题，我这大便通畅，你看满面红光的，我没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有事就晚了。哎，你能听我说话吗？啊？干嘛去？坐。哎呦，真是。别去！啊！哎呀！哎！哎！好了！哎呀！算了！哎呀！我小姑子！哎呀！全公交车的人都不管，怎么就你一个人管呀？你还以为你年轻小伙子呀？你还以为你警察呀？怂了吧？你弄得过人家吗？啊？成这样了，你这是老糊涂了！你跟谁说话呢？跟谁说话呢？你给我说一遍！你就作吧，作吧，作死吧！这一到头你我都不管你，我死了也不用你管，还体检？哎，体个皮检？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别回家了啊！你再回家，你回家我门也不给你开！你不滚是吧？你不滚是吧？好，你不滚，我滚啊！我滚。
你们的零三号特务王已经完蛋了，交出幺幺零机密。幺幺零机密，你们已经拿不到了。爸。哎，回来了。哎，你好，文叔。这是我老同学肖丽。你叫什么？小肖，小肖，小肖啊！小肖怎么样？干什么大生意呢？我这不是弄个车跑一跑吗？啊，我经常拉一拉外宾。啊，那收拾收拾挺好的吧？爸。嗯。二三四五六六七八千，浮动上下。嗯。哦。他对我特别好，我一加班他就来接我，还带我去吃驴火。就是驴肉火烧。哎，胡叔，我敬您一杯啊！我祝您永远年轻，祝您高堂明镜不背白发。来，胡叔。爸。哎，胡叔，我干了，您随意啊！来来来，胡叔，来，或者我走着喝一个，来。怎么了？你嚷嚷什么？人家好不容易来看你，甩什么脸子呀？懂不懂礼貌啊？干嘛呢？燕燕，你跟你爸什么态度？这是，啊？怎么跟你爸说话呢？什么情况？你这是？夫人，你甭搭理他啊！我陪您喝酒啊！你谁呀？你跑到我们家里嚷嚷什么？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不认识你啊！你从小就不学好，你长大了你会这个熊样。跑出租的，你穿的跟变魔术似的，你看，这就戴了蛤蟆镜，你看这你和练蛤蟆想的天鹅肉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别骗我女儿啊！我告诉你，你别骗我女儿，说话也说不明白，说话说不明白，根本就这个脑子跟让驴踢了似的，奉承人也不会奉承，说的让人恶心，让别人感觉到非常肉麻，你知道吗？真肉麻！说什么呢你？好了，你走，你我们家不欢迎你啊！你别吃了，来。先把东西拿走。小丽，你干什么呀你？我就愿意让他骗你，管着吗？
病人吧，由于记忆中枢受到严重创伤，所引发的失忆症。您找哪位？并伴有严重的狂躁和精神紊乱。侯若，你。还有吧，完了呢，像你父亲这种种的，带有暴力倾向的这种啊，是我所见过病例中最严重的。那有恢复的可能吗？希望非常渺茫，除非有奇迹发生吧。我和肖丽准备要结婚了。感谢在座每一位亲朋好友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新郎肖丽和新娘霍艳艳小姐的婚礼。
国。哎，霍建国呢？霍建国！老毕，爷爷，上车。爸，我和肖丽准备要结婚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出场，正在进行下一个环节，就是让新年的父亲挽着宝贝女儿的双手，把它交给我们帅气的新娘。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等你放学，我再来接你。
在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